据国外媒体报道，在经历了22年的婚姻之后，演员伊万·麦格雷格和他的设计师妻子伊夫·马弗拉克分手了。这对夫妇在拍摄1995年的某法庭戏剧时相识，并于同年结为夫妻。后来搬到了洛杉矶，在那里他们养育了四个女儿，其中一个包括来自蒙古的孩子。至今他们已经共同生活了22年。而对于两人分手的原因，外媒猜测这可能与伊万·麦格雷格的新合作对象玛丽·伊丽莎白·温斯泰德有关。两人曾被拍到过在咖啡厅的亲吻照。